所以他说他从他一天开始过那样的生活，第一天开始，还是过着他其实就会过得好多。他觉得他每天就是让他希望是开开心心快乐，很漂亮的人嘛。然后加一些那个什么，就是他最后把他说，然后就开始要过那个痛苦的生活。看医生哦，嗯，可以快看医生哦。